谢贵妹姐，刀先生，我来感觉你今仔日这么认真、讲究阮姐夫啊，明明当初连爸爸了当的，拢无这么激动，你煞连要出头，敢讲是有人使人咧安尼做的？我杜君啊做代志，唔免人使人啊，即摆已经确定这个谢正生是性骚扰惯犯啊，阮蒙子秀的委屈，我一定要给吐回来。当真唔是这款人？ 你嘛是叫我袂痛，你来当这么苦啊！乔迁激动，真正上苦的人，爷爷后爷，今尾已经给出边仔找啊！哇，大姐，大家拢误会啦！阿君哦，只是找酒店小姐要交代后长啦，啊，小姐只是甲道酒尔，甲后长一点关系拢无啦。是啦，谢后长一个到现场，看到小姐伫咧哦，伊就随表面态度。 谢校长，事实到底是安怎？你袂讲话是毋是代表你心灵啊？你是对亚皮长的小姐做甚物代志？是安怎？伊是哪靠哪离开的？对啊，你帮我记得。谢校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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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这些对永兴集团的企业形象造成真大的伤害。您确定要跳出来甲伊收听？你敢拢无感觉？迄段影片是互人设计的。针对这件代志，阮永兴集团计集团里子，就叫公关部门对您做一个说明。把这个囝仔，若真正做啥物唔对的所在，我嘛对社会大众做一个交代。不危险。谢校长，你到底在搞什么事情？妈。罗大刚讲回咱啦，咱紧用伊甲讲清楚啦。哎呦，啊，咱恁咧都走，敢会颠倒互人话通讲？我唔是为着吼，要甲董俊英划清界数嘛，才离婚啊。你嘛知啊，咱永兴集团树大招风啊，我底下老卢固哦。董俊的银行我也都知啦，我知啦。你是唔通误会讲，我无咧关心董俊个雅姐呢？没啦，我爸母无关心家己个囝儿饲细啦。我只是讲哦，看伊安尼受委屈，咱煞无法度为因做啥，我实是感觉就唔甘的。老大，老夫人。不要惊，设计两路放弃赛，行啦。罗大、罗夫人，请您先慢走，调温解水好不好？我不好好的叫啦，让恁母干安尼啦，还当真安尼解水变哪嘴？为什么调温解水啊？这误会足大啦，罗夫人，麻烦你让阮把代志解释清楚啦。坤哥，你有看无？今仔日我把迄只情绪定甲金石上，趴伫个涂骹爬袂起来。我看以后，谁搁敢欺负咱家的人？安怎啦？迄个面手一直搞硬，我是咧替咱蒙子还够四围出气呢。我正想要问你咧，你今日是食炸药是啦？唔来你谢东俊含罗家迄阵人，你又敢不敢来冤仇人呢？你秘书敢摇机关枪看人就爽呢？干免，这颗罗在兴无在调解伊的精神，囝婿管好势，甲天照打，来欺负咱蒙子。这代，等下忙别啦，等下哦，我再跟你讲啦。代志就是安尼啦，我跟阮爸哦，真正无歹意啊。亚当，来来来，先莫走，咱大家把代志讲个清清楚楚。两个平常时候算我个冲动，那边无谈无谈，今仔日一直呛声。敢讲背后有人在使弄？我讲恁两个爸仔囝嘛足奇怪，
无代无志，搞我甲困觉砸来吃，还甲你相像啊？含屁一个拢放袂出来，小凤姐，你想讲阮时间足多啊？这场记者会原本是想讲要好好替校长洗清冤枉，结果叫你母甲臭啦，尤其是你啊，拍一支红棍的校长教，既然无心要斗三工，唔好叫你小狗伫遐乌白飞啦。我你讲啥是小狗？我即马就是咧讲你，无你即马是要安怎啦？好啊啦，卖再冲动啦！咱请罗董的甲罗夫人过来，唔是要看恁两个踮只冤家相拍。罗董的啊，等下连咱还搁在合作哦，叫你下骹手人讲话较有层次的。虽然讲阮董俊无到咧记者会证明伊的清白，啊，不过并无代表讲伊是恁讲的官人啦。罗董事长，你嘛有看到今仔个记者会的失败？拢是这只杜文啊，伫遐咧乌白乱舞，还有这个廖乾坤，你伫伫遐假好人，真敖讲呢，恁爸仔囝，若不是恁爸仔囝带伊来食金星去酒店，那有今仔记者会上敖遐精彩画面啊？讲起来哦，今仔这金星记者会失败，恁占上大功劳啊！好啦。记者会都结束，就搁咧乱啥？甲迄个陈忠信，咱咧布甲袂清袂错啦。这若搁继续合作落去哦，迄吃亏是恁家己的。恁看啊，汽车车厂的问题一大堆，唔去处理就好势。恁大家咧讲东讲西是怎啊？陈忠信，我咧讲代志，管你什么地带啊？你敢袂当出去？我拄则听到有人伫我背后咧讲我的歹话啊！我敢袂入来了解者。也袂当甲你讲哦，就是因为甲恁光耀汽车买落来，才无甲资金不足，影响到已经在进行的造镇计划，而且需要廖千钧来甲资金补好账。你对集团的心意，我拢知影。知影，但赶紧动啊！因这三个人合作伙，袂输甲蛇甲鸟鼠合作伙呢。这会去影响着永兴集团未来的发展啊！哎，啊恁爸仔囝一人一句啊，爱伫咧甲兄仔洗脑，你即摆当作兄仔，伊食老拖甲无清楚哟。所以大家咧讲东讲西，想要甲阮踢出去造镇计划，这个大饼才换恁来撑安尼。小白公司，好啊！罗董事长，请你莫怪我甲歹听话讲大声。你若是坚持要继续甲这种鬼合作，以后若是出什么问题，你是唔通后悔。行。这明明就是无必讲轮回嘛！开这记者会是要替董俊洗清冤枉的呢，那等到红布下在哪上嘴啊？遐记者嘛是，一个一个看到乌鸦就开枪。董俊明明就是一个真优秀的教授，操几个学生挟冤报复，报到这么安尼。那段影片一定是陈忠信派人偷翕的。伫个记者会的时阵，我有看到伊伫咧甲杜光亮洗目尾，因两个一定有交集，才个代志要甲袂收煞。陈忠信又搁是你？你到底要安怎？你才肯放手啊？我早就应该想你啊，陈忠信未放弃这摆机会，继续伤害罗家。董俊是我疏忽啦，这摆我都替你辩驳。我本来就不应该把希望放伫你身上，是我家己讲。姐，文金姐真正足斗三工的，谁会知影遐个人会出这么多垃圾布？不管安怎。你甲姐夫千万袂当失志，我相信唔难有坚持，爸妈嘛一定会想办法，绝对袂让姐夫搁予人冤枉啊！董俊，董俊，你看我，你唔当的，你安尼，你安尼干嘛惊着？我拜托你，董俊。董俊，你唔通失志，绝对袂当放弃，咱一定会当想到办法来证明你的清白吼。
是会当讲什么办法啦？杜鹃，寒来雾来，这愈来愈乱。我感觉我即摆变成是一个沉落去水底的人，只要我想要起来喘一口气，就随去人饲倒转去。遐垃圾水已经甲我泼甲，无人愿意相信我啦吼！哪会啦？无做的代志就是无做啊！干嘛呢？那恁杜家爸妈是啥物态度？我记者问刘威的时阵，伊是安怎讲的？爸讲，我若真正有做唔到，伊嘛袂护住。那恁就代表讲，伊嘛对我无信任，嘛是公开表示要甲我切互你啊！绝对唔是安尼，迄只是官方说法，我相信。来，先坐。杜家记者问爸的时阵，伊是安怎唔主动替董俊辩解啊？哼，现在这款物件可能真准，不是亲生的都无要无紧。姐，雅姐，有时阵需要去应付媒体，官方说法只是要想骗媒体继续扒粉。常常你伫咧现场，愈想要辩解，迄代志愈加愈无得收煞。好啊，莫甲我讲这大道理，我无想要听。我的名声只会愈来愈臭。那安尼我归去，沉落去水底淹死好啊！我即摆还阁想偷鸡钱啊！啊！将军，将军，将军啊！别走！将军，将军，将军啊！将军，我们逃离开天井了。别讲迄句，不是亲生的，这是屁事。应该是咧讲，阮董俊，伊只是在乡的囝婿，所以甲罗家无遐尼关系。真正是有你出份的所在，拢无好代志的哈，董俊。你若是想要报仇，你针对我嘛？你是安那一直甲阮囝创工啊？你安尼讲就唔对啊！是你家己的后生讲的是一套，做又搁另外一套呢。真正无采我这样收听啊，结果伊家不记错。看开啊，迄人花我真正送唔到的，因为伊根本就是一伪君子啊。你这是伪君子啦！哎，老爷，你甲你后生十八年啊，互相无往来，你当然唔知伊是啥物一面貌啊。你即摆向爱面对现实。了解真相，你当然是站袂住。我囝，我甲你足了解。不过我甲伊分开几年，伊的人品，我绝对甲肯定。我相信伊是清白的，伊是一个正人君子。对啦，这乌啊，看家己的后生啊，永远是甲当作是红红啊，这我会当了解。你这是乌啊！你继续有你选择不要紧，我会目睭白到金金金，等你看，看以后天公不要再收你啦。我要把米姑刷去，我安排好疗养院。所以你已经准备好要带罗安姐去看米姑啊？既然罗安姐已经发现我们真正米姑，那呢，为了要重新得到伊的信任，把伊的心稳掉的，我一定要安尼做。希望。你唔是真正要天真认为，你安尼做，等于切断我甲米姑所有联系。爸，你想想这啊，只是你想袂到，米姑竟然受重伤，这就表示米姑在你的计划内面已经无作用啊。应该是讲米姑已经无利用价值啦。我嘛无啥物通讲，啊，不过你顶下会记。不管安怎，你依然是陈家的子孙，你依然是我陈忠信的后生。只要同你了解，啊，多谢你的配合，我先来走。希望你不是我这个计划最后要行的这步棋的变数。
爸爸无管目睭金金，看到你气愤不平心，拢无任何的体谅。说来，你家己就要行好对了。